喂喂喂，别的小朋友都在看小熊的视频，你还不来看吗？喂喂，你别挂电话呀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讲，不想看看十二星座变成萌妹儿会是什么样吗？好，咱们放大开始画了。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，你看我听不听话。我垫板呢，我得垫着，别把这纸给画坏了。温柔，巨蟹座是温柔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表情一定是温柔的表情，对不对？
柔可爱的人妻巨蟹座就这样画完了，对不对？咱们再给他把那个星座标志，就那个六九符号的那个发卡给他画上，就完成了。将将将。高冷傲娇，我发现高冷傲娇这个词大家用了很多啊，我自己也搜一下啊。天蝎座，天蝎座外表低调，实则企图心旺，充满了神秘感，不会轻易与他人互动，对自我要求很高，极具竞争力与战斗力，有揣测他人心思的能力啊。目抜き通り
给大家看看全图。没错，就是和我指头这么大的一张小画，对不对？差不多有这个你们平常用的这个橡皮这么大，对不对？今天画这个人耳钉啊，不要耳钉了，要耳钉干嘛呀？来，天蝎座小伙伴，对不对？天蝎座小伙伴，想要耳钉的打个一，不想要耳钉的打个二。我看看这个是想要耳钉的多还是不想要耳钉的多，对不对？扑克牌大小比扑克牌还小，扑克牌的三分之二那么大吧。哇，都想要耳钉啊！哎呦，真败给你们了。什么颜色的耳钉啊？什么颜色的耳钉？想要什么颜色的耳钉？说，想要什么颜色的耳钉？哎，算了，别说了，红色的吧，对不对？来，红色的耳钉。黑色，哇，这么多人说黑色啊，说黑色比较多，那就黑的吧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黑的比较显眼一点。画一个还是画俩呀？首先呢，一个比较伤心的表情呢，伤心的表情肯定不能像开心一样，这个眼睛这么开了，对不对？伤心的表情呢，眼睛往往会有一点微闭的感觉。然后眉毛呢，下扬。
最后一个可爱的多愁善感的双鱼座就这样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喜欢。从现在开始呢，这个十二星座所有的萌妹也就全部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咱们先看看双鱼座的完成稿，然后呢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十二星座的全部妹子，十二星座萌妹版完成，撒花拜拜拜拜拜啊，啪啪啪啪啪，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小伙伴们能把这个系列看完呀，对不对？还是如果喜欢的话，还是希望小伙伴们能多多支持小熊，麻烦投个硬币，点个收藏，哪怕点一下右上角的推荐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亲爱的朋友们，咱们下期再见，下次给你们画条胖子好不好？